点样做纸啊？咁搣咗头两个 step 先，咁第三个 step 嚟噶啦，诶，好简单。摆落呢个锅度煲佢啦，煲完之后咧就攞呢个嘢嚟去碾碎佢啦，跟住用呢个嘢嚟做倒出嚟。多取，啊啊啊！可以开始做的，你可以做到我班，我教你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做什么？而家佢教我。你可以再过来。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先把它倒进去。放到水里面。这包是什么？这回到包上去。啊，对，不是他，他包两，这边，这边，这张就可以了。啊，就可以了。那包直接咬到到里面。这么多，怎么？然后调抖一点。哎，我没看到倒没有。帮他咬到里面吧。咬多少啊？你放的。均匀最好啊，因为我的普通话比较差，我后面放这个，都是这样吗？啊，对，可以放了，放成均匀了，到处放，放成均匀了。哦，好的。好努力。哇，还好难啊！考你普通话再难呢，我的普通话也难。你们是广州的？对，从香港来的。哦。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，所以我也看得不是太清楚，所以问多一问呢。我们前期还是学个新的，可以吗？还有半价，再放一些，对，还有半价。系要放晒，分匀啲喎，点都啦。咁我咧系咪拉屎一日噶啦？已经，咁到拉屎日咧就可以做到冬瓜煮啦。冬瓜煮一个冬瓜煮，即系最差嘅。好，冬瓜煮先好神奇嘅嘢嚟嘅，因为咧可以保存好耐。咁佢冬瓜民族点样历史？流传咗咁耐咧，就靠呢个冬瓜煮啊。咁样佢而家帮我哋均匀啲。就你可以包装，均匀一些。OK。均匀一些。对对。均匀啊。均匀一点啊，如果佢帮你。哇，哥哥，好犀利啊，哥哥。嗰陣時我都太曳咯，而家忍唔住自己逼咯。係啦。阿哥哥將佢筆，筆啲漿啦落去呢度。係呢個做胡子醫術都係。誒，呢個。嗱，即係食個一蒸皮。好，咁我先飛，好重啊！啊！可以幫住。可以啦，放在這裡。幫水過嚟啦。把水割过来，已经隔咗水。有啲水整湿咗，系咯，唔知讲咩。佢话隔咗水啦，已经将啲嗰啲纸。好，跟住而家阿靓仔哥哥咧，就会将呢、這个，将呢个一张母纸咧，就拎咗出嚟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就会。就要一呢个一摆喺度噶，咁样啊，我影一影啊，就系咁样啊，好。